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95272。那这是四月底的淘宝，我后来另外买的，因为有朋友要买一只那个拉布布的糖胶公仔，所以我就顺便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这次买的大部分都是属于乐高积木，但是就是不是正版的乐高。那近拍给大家看。OK， 那首先是这个BMW 的摩托车，然后 M1000R， 然后这一台它不是正版的乐高，但是正版的乐高也有出一台一模一样的，因为我想买一台正版跟一台盗版，组起来以后比较一下到底差在哪里。我记得是没什么差别，可能有一些积木的那个边边可能修饰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记得现在盗版的其实做的跟正版的相差不远，因为我之前在巴德路那边有一家小的诊所，然后它里面有摆一堆就是乐高的街景，然后那医生他说那些全部都是那个盗版的，他说他只是想享受那个拼的过程，他其实并没有很在乎是不是正版还是盗版。价钱的话，我这个 BMW 大概好像是8-900，不到台币1000块，加上运费。那他如果是在乐高正版店买的话，这一台好像是4000多到5000多，因为网络上很多人在卖了，有人卖4600，有人卖5000多，所以基本上价格应该差大概4-5倍。如果你只是想享受那个拼装的乐趣，其实你不一定要买到正版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参考啦。然后再下来，这个是雨星魔王的一个百变机动系列，它这个就不是乐高，它是另外一个公司出的，也算是那种积木组合的啦，但是它是电动的，它好像有一个遥控器，然后也可以用手机透过 APP 连接，让它就是可以做升降，它后面那个后斗啊，它可以往后倾倒东西。它有很多台，我是买一台看起来比较基本简单的，但我没有想到这些都这么大盒。那这个也到时候来猜猜看。下面这卷纸，这就是想要贴在那个厨房啊，厨房的那个墙壁，因为有油腻，洗完一次以后，我觉得贴起来，如果以后脏了就直接会比较好擦拭吧，不然就是撕掉再重贴。然后另外这个艾草的熏香，我买来驱蚊用的，然后我买了50支吧，好像我彻底要把我们家蚊子杀光，这是我每天回家唯一的乐趣，就是杀蚊子。然后我上次买的那个捕蚊板啊，有一家，因为我还在测试。因为它要一直充电有点麻烦，目前有一家真的还不错，然后它是光不会很亮，然后它又很静音，它蚊子进去就死掉了，然后也没有啪一声，就是像我们正常的那个捕蚊拍那个啪一声，它不会有，慢慢的就死在里面。好，我们现在往左边看，左边上面这个电锯人，我不知道它怎么会这么大一个，我拿一个小的普通盲盒，我们来做比例尺。Bub 这么小一盒，但是这个电锯人组起来是这么大，它是2013片的积木，然后组成一个大的电锯人。那这个就是潮酷积木所出品的，但我不知道乐高有没有出类似这种，因为我是找一些不同有卖积木的厂家。好，再来一个这个霸王刃，这个是我大概1年前我就会一直想买。它就是一只暴龙组合起来，然后启迪积木做的，那这个也是大概1000块以内。那这个霸王刃其实也不错，组起来是算大只的。然后几片的话，它盒子上好像没有写到，这个到时候都会单独来拍给大家看。然后都很大盒，以 Bub 为例的话，基本上这些都超大盒。好，再来下一个是拉布布的糖胶，之前很贵哦，然后现在慢慢变便宜了。然后它的眼睛可以转，因为这是那个帮别人买的，我就不拆了，因为它有封起来。但是它这个原厂寄来的话，它这个还是有压到，就品相没有那么完美。当然里面不会有问题啦，里面都很正常，就是外面这个会有点瑕疵，但这是厂商寄来就这样子。最后
《孙子兵法》36计，一套4本，彩色印刷，《狂飙》中高启强的同款商品，所以我就买来看看，这很便宜，几十块人民币。OK， 好，那这就是四月底的淘宝开箱。前面四盒积木的话，我会陆续找时间把它开掉。BNW 那一款的话，我会买一个正版的来一起拼拼看，看到底差在哪里。因为其实它的那个外包装做的跟正版的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就是少了一个那个乐高的 logo。那实际上真的要组装看看以后才知道到底细节差在哪里。OK， 临时更正一下，我刚以为它是卖大概200多人民币，可能就是800-1000台币。我后来发现这一个只要98块，98块人民币，你算100乘以 4.5， 450块这么一大盒。那原版是4500以上，所以大概是10倍的差距。这个给大家参考，没有建议你们一定要买盗版品，但是我觉得你只是想享受拼的过程的话，你不见得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这么贵的东西，这个就见仁见智。我自己个人是这个想法。那下面这个的话，它是264块人民币。然后再来上面这个，因为上面这个电锯人跟下面这个霸王刃它是同一家的啦，然后电锯人的价格是122，霸王刃是299，两个加起来是398。所以到时候，所以电锯人不算贵，才400-500块，然后一大只。OK， 那刚刚补了一段价钱的部分。那如果后续大家觉得影片里面的东西如果有需要我 PO 上价钱的话，那我以后就直接在那个我购买的东西旁边把价钱备注上去，大家也比较好方便去查询。那个 BNW 真的很便宜，真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拼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到时候再拼给大家看。那今天开那个五月份的淘宝，然后有这个假手一只，我想说这样比较好指，但是这来的时候这个杆子弯掉，我再去想办法把它凹直。然后这个手指它也有出剪刀石头布，如果你买6只的话，其实两个人就可以来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就是藏在背后这样子。好，那五月份我买了这些东西。那这两个手机壳是帮那个妹妹买的，因为她换手机，所以帮她买了两个手机壳。然后这个应该是 OPPO 的那个 Reno 8的那个手机壳，因为她喜欢皮卡丘，我就帮她买皮卡丘。然后这是14 iPhone 14的手机壳，这两个。然后再来是这个拉布布跟那个横山红大师的联合出品，联名的。然后里面基本上就是都是机器人，好像是吧？这个先拿下来，等一下。然后以前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那个，也是这个。然后拉布布跟横山宏大是之前有合作过一款，好像拉布布最初代的时候，然后那个是比较大只的，那这个就是做成盲盒小只的。然后它这个一盒的话是12只。然后12只都是机器人，然后它的隐藏版是拉布布的维修工人。那这一次里面也有，看一下哈，诶，这样看起来的话，它这次的隐藏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它的常规款几率是1:12嘛，就是很正常的12只，1/12。然后它的隐藏款是1:72。那比以前的1:144来说的话，大概要少了一半嘛，所以基本上这个中隐藏版的几率比较大。然后再来的话是它的潮玩卡，潮玩卡的话是4:144，然后隐藏版的潮玩卡它是1:576，所以这个到时候来开开看。然后我同事昨天我们去场刊，然后去桃园，然后他昨天到了那个华泰的那个奥莱，然后他看到有拉布布，他就买了一个来开。然后他今天看到我有这个送来，他说他要开，那我就会拿6只给他开，先给他开，然后我自己会留6只，我到时候开。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就是家里啊，要那个煮菜啊、煮汤啊，那个盘子很烫的时候的一个那个隔热垫，这样子一组。然后还有个架子，这一组是七片，然后有五种颜色啦。他随机的把另外两个颜色都给我，一个灰的，一个红的，还不错，就是橡胶材质。然后再来是这个，哦，小心，这两个是，哎，这两个是 IKEA 大陆 IKEA 出的，我不知道台湾 IKEA 有没有，因为我那天滑那个淘宝滑到，我就买了两个。它这其实是装零钱的，一个蓝色，一个黄色，还蛮经典的。然后就是小小提的一个小零钱包，对，我就买了各一个。然后这一款是那个洗衣篮，然后它这边可以拉开，它是做那种伸缩的。等一下，拉开，它拉开大概就这么宽。然后不用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放下去，节省空间。然后这个可以挂在那个房门门口，还不错。我是买了一个，就是来装脏衣服的。最后，最后，我那天突然影片滑到看 YT 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人介绍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淘宝看，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一个是一个类似，这不算是 VR 的眼镜吧，应该算是就是你的眼镜里面看，然后就是你的前方有一个很大的萤幕，然后譬如说家里的电视你可能买的是65啊75啊，然后它这个其实在你的眼镜里面显示的是130寸左右的液晶萤幕，然后你可以把手机接上去， PS5 接上去，你就是反正就是带的嘛，接了那个 HDMI 的线在你的电动玩具啊、电视盒啊，或者是手机，这样子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你的眼前有一个很大的萤幕，你可以在里面就是玩你想玩的游戏啊，看你想看的影片啊，这些都可以。那因为我 那天是突然滑到一个 YT 大陆的 YT， 然后他在介绍这个，那我就去看了以后就买了一台。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以前买过类似这种东西。因为我玩 VR， 我很容易会吐。我之前连那个什么 CS 那种枪战的我都没有办法玩，因为我玩一玩我就很想吐。然后它这个眼镜做的又很特别，主要是它的眼镜戴起来的话，就很像一般正常的眼镜，不像是有一大 can 在你前面，它就是很像一个正常的眼镜，小小的一个，好像一个小墨镜。那但是它其实里面看出来的萤幕是130寸的，那实际上好不好用，我要试过才知道。目前是还没有充电，我等一下先下去充电。好不好用我不知道，这个要到时候试试看。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转接的 HDMI 的，因为要透过这个的话，就可以把电视盒啊，然后你的 PS5 接上去啊。说到 PS5， 我从过年买到现在，我只开机了一次。但是我一直在买游戏片，但是我没有玩，这就是我很神奇的地方。我买的东西我不太会去用，但是我会一直买。这个是，然后就一个转接头 ，HDMI 的，然后这个是 Type C 输出的吧？这到时候试试看。就是哎，你手机你如果要玩手游的话，你每天这样低着头，其实长期玩手游这样一直低着头。对那个脖子，我真的常常肩颈酸痛。然后你没事去给那个枕骨的就敲一下，哦，真的，一敲完以后，你就全身舒畅，你的脖子瞬间可以就是大扭转。但问题是，我常常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虽然很多人都在那边看，但是我总觉得会不会哪一天他突然把你的那个颈椎或者是什么扭到以后，然后你就突然不能走路，这是我一直疑惑的一个地方。至今有没有发生过，我其实不太清楚。但至少我去看的时候是都没有。然后整骨完以后真的是哇，很舒服，你的脖子可以转到你以前从来没有办法转到的角度。啊，这就是一个眼镜吧？这叫什么眼镜啊？虚拟吗？来看一下它的说明书。
吸带式显示器啊，这个叫头戴式显示器，应该是头戴式显示器，是这个牌子，大陆的。然后之前有买过其他的，就是可能比较两光啊。那这次这个做的真的还蛮细致的。然后这个我充电完、使用完以后再跟大家报告心得，还不错欸，感觉。因为你现在买一个萤幕虽然不贵，但是你要买一个，如果130寸的话可能就比较贵，所以我就是买一个这个来当做一个萤幕使用看看。 OK， 好，那五月份的开箱应该就到这边结束。然后那个拉布布横山红大师的作品这个联名款的话，我会拿个一半六盒给我同事开，然后剩下的六盒我自己再开，所以到时候我影片拍的话可能就只有六盒。OK， 好，那五月份淘宝就开箱到这边结束。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